你还好吧？怎么了啦？回来啦，走吧。才进总经理办公室不过几个小时，我们顺宇弟弟怎么变得这么憔悴啊？总经理不满意销售营业额，线上把业务部所有主管都骂了一遍。刚才我只不过复述总经理交代的事情，不小心讲错一个日期，他就罚我跟办公室旁边的盆栽站在一起。总经理还该说，干脆让我好好呼吸就好。总经理太过分了，哎，这就是所谓的伴君如伴虎哦。还好我不用直接面对总经理。顺宇，你的感受姐姐们都懂，但是谢谢你为了我们。感觉顺宇来了之后，总经理变得不太一样哦，而且工作压力减轻不说，还可以到点时间上班呢。顺宇真的是我们秘书室的福星啊！来，顺宇多吃点啊！顺宇不够的话，这边还有哦。今年部门的员工旅游要倒了，这是好事啊！大家怎么满脸忧愁？我是第一次参加旅游哎。顺宇，你有想要去的地方吗？还可以选。每年的地点都是总经理亲自公布的。今年应该也差不多快了，好想去五星级饭店泡温泉，吃高级料理哦！我也好想要吃怀石料理泡温泉哦！我也是，好期待哦！顺宇，能不能去看你了？这行程很好啊，其实我去哪里都可以。我知道了。